看，我过了好可怜，所以我们要讲一些话，讲什么呢？那个，其实小薰过去他跟一个乐团叫做 MI 嘛，MI 乐团，其实我也是 MI 乐团的其中一个成员。这样，以前过去我们几乎都是在台北一起表演，只不过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团员，我们的团员几乎都住上片了，什么浩文啊、佳佳啦、永龙啊，还有谁？还有我，我还没有。不过下次有机会吧，我再想说。陈建良不是前面谁呀？不过接下来唱这首歌就是陈建良的歌曲。不过大家可以先去上厕所，没有关系。好吧，好了，看得你很有同感哦。好了，这建良的什么歌啊？灰尘灰尘，什么歌什么歌？哦，喂，别闹！因为我一直看到互相回马神话。哦，神话。因为其实我想把它调换过来，因为太沉了。真的哈、哦，要不要？可以吗？那这样吧，我们大家现场表情，要听神话的，还是听互相回马？互相回马好吧？都要听，都要听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唱互相回马，可以吗？可以了哈，好，那我们唱神话。今天状况比较不好，不是神话。因为今天那个烧酒精的那个蛮好的，那个销售不是很好，所以状况不是很好。没有，没关系。其实员工们就希望你不要吃，因为他们自己想吃了。我们的烧酒精可以消除体力，恢复疲劳啊。大家可以喝一下，互相补一补。介绍一下建联吧。建联舅舅，就是我。也是有很多人不认识啊。他是警察，然后他现在在蓝屿。吴正月，吴正月是喜欢大钓鱼，跟你一样。不过建联现在，他是你哥哥，你认识他。不过建联他写了很多的歌曲，其实。从故乡比武马其实是我大概国小的时候我就听到他这一首，在国小吧，差不多国小的时候，大概二三十年前吧。真的，我年纪还蛮大的，才41岁。然后那个时候听到他唱故乡比武马，差不多蛮多钱的。好，不重要。不过建联其实他最近很喜欢跑步，建联好像有来，没有？他很低调，如果大家看到他，对他笑一笑就好了。那建联常常会写很多歌曲，然后《故乡牛马》这首歌，听说台东接下来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今年的暑假之前应该会有一个火车叫做牛马号，牛马号，应该也会有，这跟《故乡牛马》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那个车子叫做牛马号。牛马号，对。那我那时候一直跟那个站长讲说，哇，他们年轻，他们在车上应该要放这首歌才对，主题曲，对，来到台东的时候听到这首歌，应该感情心情会蛮好的，像不用吧，我说什么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好了，他都不知道要讲什么，唱歌了。即将离别故乡，不由吗？轻轻挥动着我的手，点点雨滴串串泪珠。
表演的是中场休息。所以大家先休息一下，我还有接下来的表演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